好多好多嘅一啲好好好嘅嘉賓啦，有我哋嚟自香港嘅明星啦，仲有美少天使啦，同埋我哋嘅好得意嘅卡通代表啦。咁我哋首先咧就請上我哋香港嘅兩位靚靚，分別係朱晨麗同埋李佳芯，上台為我哋做一個抽獎嘅嘉賓噶。有請兩位。好，再一次咧就係邀請兩位嘅，咁啊仲有我哋嘅美美天使啦，四位嘅美美天使咧一齊咧上嚟聯同我哋嘅抽獎嘉賓咧一齊抽出我哋哇呢一個嘅大獎啊！咁我哋首先咧就會抽出三獎嘅喎，三獎嘅禮物就係價值澳門幣20,000元嘅千足黃金一份噶。好啦，咁我見到咧就係頭上面咧我哋嘅係啦，聯同嘉賓嘅。啦，朱晨麗啦，咁啊李佳芯啦，同埋我哋四位嘅美美天使已經係準備就緒。咁啊，首先咧就係邀請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經濟局局長戴建業局長上台為我哋擔任呢個抽獎嘉賓嘅。繼續有請澳門北區工商聯會會長黃建忠先生為我哋做抽獎嘉賓嘅。跟住亦都有請中央人民政府駐澳門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經濟部部長徐俊先生，有請。繼續有請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旅遊局文宇華女士，有請。好啦，繼續亦都係有請澳門中華總商會理事長高開賢先生。有請澳門北區工商聯會理事長馬建章先生上台，我哋抽出其中一位嘅得獎號碼噶。好啦，咁啊，我哋嘅抽獎箱裏面咧就有不同嘅號碼喺度啦。我哋咧就逐一，我哋咧不如咁樣啦，就由嗱呢個咧就過啦，過十八千萬、十萬，咁咧就由呢邊咁樣一路咁樣抽上去啦，好嘛？好啦，不如咧就請黃建忠會長上嚟，係啦，咁咪一齊咧就係同我哋抽獎啦，有請，有請會長。我一定咁樣走位，個頭唔定頭嘅。係啦，啱啱咧就係、是送我哋嘅局長啊。歡送我哋嘅局長，咁啊呢個時間咧，不如咧就係、是、係啦，啊同阿朱晨麗一組啊，係嘛？有請我哋嘅同事咧就安排一下啦，咁啊睇下嘅企位如何啦，係啦，冇乜所謂啦嚇，咁啊我哋咧就一齊咧就抽出呢個幸運兒嘅號碼。冇錯啊，咁接嚟我哋有邊個號碼開始抽？不過我哋有邊先？由個先啦，由個位開始抽先喎。咁啊，麻煩我哋嘅同事咧就將我哋不同嘅號碼咧記記低佢先啦。好，首先我哋個先啦，咁啊抽出第一位嘅幸運號碼係。二號，好啦，到呢邊啊，波波十啦呢邊，好，十又唔知係幾多號咧？七號，好，跟住李佳芯呢邊啊，四號，好，跟住到千呢邊啊，好，睇下朱晨係呢邊嘅幸運號碼係幾多號先？7號，好啦，跟住到萬呢邊嘞喎，好睇下幸運嘅數字係九號，係，好啦，文宇華局長，係你抽嘅號碼係六號，好啦，換言之咧，我哋咧就要將佢集齊曬呢一個嘅號碼啦。而抽獎嘉賓啦，可以將呢張波放翻箱入邊，我可以做下一輪嘅抽獎噶。好啦，咁啊就係可以得到價值澳門幣20,000元嘅千足黃金嘅喺呢度咧就恭喜曬啦！6974727，我哋恭喜曬呢位得獎者，得到我哋嘅三獎價值澳門幣20,000元嘅千足黃金噶，恭喜曬！繼續下來呢就抽第二獎喎，沒錯啊，第二獎呢就可以得到價值澳門幣30,000元的千足黃金，我們都是由過那邊開始了嘛，好啊，我們又走回那個，我們呢就不會動了，因為我們整晚走來走去嘛，好啦，那啊繼續下來啦，
二獎的號碼第一個四號，四號。好，第二位啦。二號，二號。好，李佳森呢邊。零。好，跟住到朱晨係呢邊。快啲啦！人要行嚟呢邊啊！咁咧，跟住落嚟咧就抽嘅係第一獎咧，就可以得到加正澳門幣50,000嘅千足黃金。哇！一號，哇！一號，位數一號。好，呢邊二號。咦？二號唔會三啩？阿李呢邊零，阿哥係零嘅。好，朱晨係呢邊。六号，九号，好，文宇华局长，零号 ，OK， 好啦，咁啊，六个嘅号码咧就已经系分别抽咗出嚟啦，09、60、21，好，恭喜晒三位嘅。咁多位嘅嘉賓，好，咁啊喺呢度咧，多謝曬我哋嘅抽獎嘉賓啦，咁啊亦都係請回座嘅，咁啊其他幾位咧繼續留步喎、啊、嚇。咁我哋直接就繼續抽下呢個獎項啦，好嗎？好啊，咁啊呢個時間咧亦都係有請。首先咧就係有請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會召集人梁慶平先生，有請澳門立法會議員黃建輝先生，有請。跟住有請澳門北區工商聯會名誉會長李明光先生。會名誉會長程炳謙先生，有請。係啊，有請程炳謙先生，有請。唔使啦，係我。浪花影有啊，下場。繼續有請澳門北區工商聯會名誉會長蘇中興先生，有請。我哋咁寒冷嘅天氣上面啦，我哋再次俾啲掌聲，支持下我哋頭先咁多位嘉賓啊！都係咧，就係有請我哋澳門北區工商聯會永遠名譽會長邝达才先生，有請。好啦，咁啊就係、是、有我哋澳門北區工商聯會名誉會長吳利芬先生嘅。好啦，咁我哋咧就人齊噶咯噃 ，Bobo， 我哋咧繼續抽出第四獎嘅就係得到加值澳門幣18,000蚊 L
LG 55寸 3D LCD 電視一部嘅。好啦，我哋即刻咧，又係由過呢邊抽出先啊！第一個幸運數字係六號。好，第二個幸運號碼係2號。2號。好。到李佳心嗰邊啦。8號。好啦，咁啊又睇下朱晨喺邊。6號。OK， 好，到呢邊啦。4號。好啦，咁咪一連串嘅號碼咧，分別就係4、6、4、8、2、6。4、6、4、8、2、6，恭喜曬位得獎者噶！好，跟住落嚟咧，抽嘅係第5號獎啦，5號獎啦，可以得到價值澳門幣16,000元125電單車嘅。咁當然咧，未包含任何嘅税項以及手續費。好，第一個號碼係2號。好，第二個數字係6號。6號。好啦，呢邊啊，7號。好，呢邊2號。好，2號。好，呢邊3號。好啦，呢邊啊，哇，好，6號。好啦，咁啊，系6、3、2、7、6、2，恭喜曬！好，跟住落嚟咧，繼續抽第6號獎啦。6號獎咧就可以得到加值澳門幣12,000元嘅消費券嘅。好，我哋個位就係4號。好，第二位4號，啱到係4號。好啦，啱呢邊邊啊？6號，冇錯，6號。好清楚多喎。好，李嘉欣。8號。8號，好。呢邊。4號。好啦，到呢邊啊。7號。7號。OK， 好啦，集齊嘅號碼就係7、4、8、6、4、4。恭喜曬得獎者！咁再次提提大家啦，我哋得獎嘅號碼啦，中體不久之後刊登喺澳門日報同埋 Facebook 專頁噶。好啦，咁喺呢度咧，再次多謝曬我哋嘅抽獎嘉賓先啦。好，咁各位，其他嘅咧就可以繼續留步，因為咧我哋仲有4個獎要抽喎。冇錯，我緊接住嘅抽出7、8、9、10獎噶。首先有请澳门工商联会理事长吴华威先生上台，有请。紧接住嘅咧就系有请澳门离岛工商业联合会会长杨景开先生。有请澳门中区南。系啦，就系澳门中区南区工商联会会长李卓君，有请。继续有请澳门电脑商会姚建慈先生，有请。跟住有请澳门自来水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朱伟文先生。委员会社群互助促进处代处长李兆登先生，有请。
多位抽獎嘉賓。好啦，咁我哋咧事不宜遲咯喎。跟住落嚟抽嘅咧就係第七號獎品咧，就可以得到價值澳門幣10,000元嘅46寸 LCD 電視一部啊！我哋個位數字係一號。好，呢位啦，係一號，都係一號。好，你介心啲。八號。好啦，朱晨喺呢边。8號。我好快晒咧，都系86啊、88啊呢啲数字啊。9號。9號。好。5號。5號。OK， 好啦。睇到啦，就系5、9、8、8、1、1。好，恭喜晒两位得奖者噶。好啦，今次落嚟咧抽嘅系第8號奖品咧，就有价值澳门币7,000元嘅黄金首饰啊！哇，第一位嘅号码，睇下第一个号码先。哦，呢个咧系呢个系100啊！我哋嘅系啦，阿新年。這個呢我咧就我理解咧就係一個好似十咁樣啦，但係呢個究竟係算係一啦，一零啊，算係零嘅，係個位數字係零。好啦，咁下次我哋抽我哋知啦，原來係零零嘅。四號。好，呢邊。6號。好，呢邊。好，8號。哇，幾好玩喎！呢個抽獎模式。1號。1號。OK。我讀數字出嚟真係好緊張啊！我覺得好好玩咯。3號。3號。我哋今次嘅得獎號碼係。係啦，就係318640。318640，再次恭喜呢位得獎者！我哋緊接住抽出我哋嘅9獎啦。係啦，就可以得到價值澳門幣6,000元嘅手提電腦一部。4號。OK， 好，呢位。7號。都是7號。 OK， 好啦，呢邊啊，9號。6號。嗱，呢個係6號嘅。 OK， 好。1號。1號。好。6號。都係6號啊。好啦，就係正確嘅，就係呢個係616774，616774。好啦，好啦，拉屎一個啦，第十獎。係啦，就係可以得到價值澳門幣5,000元嘅手機一部啊！5號。好快。1號。好，呢邊。2號。好，呢邊。4號。好啦，呢邊啦。8號。8號。5號。好，就係584215，584215。好多謝曬，多謝曬。你都感謝曬咁多位抽獎嘉賓以及陪同嘉賓㗎。唔該曬 ，thank you。好啦，咁啊，係啦。大家知道喎，除咗呢個終極大抽獎抽獎環節之外啦，我哋緊接住係仲有更加多嘅抽獎嘅喎，送出咁多好禮物㗎。係啦，你知唔知啦？李佳生咧同埋朱晨麗咧，嗱，我哋咧呢一刻嘅表演咧，其實咧就有一個主題噶嘛，就叫做就係佳麗攜手再不攜。兩位知唔知道有冇啲咩特別嘅意思喺度咧？係啦，佳麗
揮手，係啦，在北區，知唔知有冇啲咩特別嘅意思喺度咧？知唔知？冇錯啦，冇錯。嗱，兩位手拖手，係啊，因為李佳芯有個佳字啊嘛，朱晨麗有個麗字啊嘛，咁而家兩個攜手在北區，咁咪啱咯。是吧，可不可以給你掌聲，我們兩位的特別嘉賓，好嗎？ OK, thank you, thank you.